告诉你的桥段就不是真实的反应了。但是那个就是表演，我没有在现场。如果你事前告知我，我就是不爽你没有说到我。你刚刚说我鞋子很普通是不是？为了准备一双限量鞋，我你试看看啊，要等屁啊！到时候你把你打死。死屁孩，你试看看啊！走动讲提到幽默了，你们那么玻璃心呢？怎么看都是一个段子，一个好笑的东西。就大家说我们反恐家店倒了，这是事实啊！你逢甲店倒，你一年前就拍影片说过。我只是讲一个事实，我不是诅咒你店倒。你当初也有拿我们的赞助啊，你也是有受贿的。我受什么贿？我受贿姐哦。那姚勋一直叫我去，本来没有想要挑哎。我老实讲，你店卖的东西真普通。我那时候限动不就讲了吗？如果为逢甲店这件事情道歉，我不是发一个黑底白字，说你感到不舒服，我跟你说对不起。没有。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从头到尾都是酷炫亲自跟我道歉，我感觉不到你在跟我道歉。我为什么会帮你道歉？有印象吗？你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像死脑残，你不想跟脑残讲话。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同行的，对于大家来说，我们全部都是死脑残。没错，我们都脑残啊。那脑残跟脑残有频率对不对的问题啊。但我觉得我跟艾里可能火花不一样啊。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你让我觉得你很屁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你屁耶，你几岁了还在发那种限动？我这么说你、啊，多为丢啊，超屁。把我们台中人当塑胶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有把你当塑胶。Okay, 我很尊敬台中人。是你讲的哈。如果你真的很的话，我身旁所有的女生随便问都有你的事情啊，你的感情事啊，一堆有你的事、啊，阿萨布鲁的事。所以我说我这边有影片啊，要发就来发嘛。因为其实我根本没在怕，因为孙真平常的性爱影片都是传到我手机里啊。你手机里的性爱影片会有我手机里的性爱影片多吗？不可能啊！我觉得你可以针对你不开心的事情道歉，但你为什么要拿性爱影片威胁？如果这些影片流出去，让孙真变更红怎么办？他之后要开约课程的课程欸，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说，你们真的就是屁孩啦，你们没出过社会啦。我敢做敢说，我做错我道歉，不会像你啊那么屁啊，做错不道歉。那当初我是不是直接道歉？小心眼欸，做了是不会道歉是不是？真的超不台中人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台中人，给我等着。真的超屁耶，很恶心耶，我不要再黏着我炒新闻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拿赞助，那当初谈合作拍片就应该拍。OK 啊，部分是我可以懂的。谁还比我更真实啊？这两码子事啊。你什么时候两个码子？你不是现在单身吗？我只有一个，不是我现在单身。我现在单身，那不重点啊。你就告知我这个桥段会讲到我店，我绝对没问题。赫龙会告诉大家他的桥段吗？告诉你的桥段就不是真实的反应了。但是那个就是表演，我没有在现场。如果你事前告知我，我就是不爽你没有说到我。那我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人。那我问你，赫龙要怎么样跟威尔史密斯说他要用他那个段子？所以威尔史密斯打那个人啊，你就是欠打，你懂吗 ？Oh my god， 你真的好屁哦，你真的很丢台中人脸。不用讲那么多，真的不要啰嗦了。七月五号啊，直接打啊，敢不敢啊？我们台中人什么没有，最有胆量啊！我跟你讲，今天什么都真的，就你的鼻子是假的、啊。不用打什么拳击规则，直接打看哪一个先进医院啊。打到进医院至少一天要七枪以上哦。都可以啊，随便来啊。来一台 ，OK。那我们就90秒三回合拳击规则，七月五号擂台上见。你刚刚说我鞋子很普通是不是？我今天为了准备一双限量鞋。我，你试看看啊，要等屁啊！到时候你把你打死，死屁孩，你试看看啊，回来。啊，坐坐坐。最爱你，最爱你，废物，回来。啊，最爱你，烂咖。他在穿鞋子，这你的 size。他们确定差不多八号半走了，那还不错。